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大家好，我叫万娜缇，来自泰国，我是广西艺术学院的留学生，可是现在在泰国。我一天的生活是锻炼身体，还有工作。如果有时间，又要学习汉语。我之前在广西参加过了三月三这个节日，我感觉很喜欢这个节日，也对广西有着浓浓的爱。祝大家愉快！